5月23日 ,TVN 电视台公开了新剧《阿斯达编年史》的最新剧照。剧照中记录了张东健和宋仲基初次见面的场景，特别是张东健和宋仲基虽然不是互相面对面的场面，但两人从眼神到呼吸完美的感情表现营造出了强烈的氛围，令观众对故事更加充满好奇。另外，韩国 TVN 电视台新周末剧《阿斯达编年史》将于6月1日韩国时间晚9时开始首播。此消息发出后，不少网友纷纷围观评论，六月快来，现在真的超级期待，折服于张东健和宋仲基的魅力无法自拔，期待两人新角色的演绎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